收起来好不好？我要母女号，好，为什么要收起来的？因为宝宝。宝宝怎么了？宝宝，你会不会去扣它？会。把它扣掉。嗯。扣掉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了？嗯。所以妈妈才要收起来。嗯。除非宝宝，你说你不扣它，你再拿来擦。为什么拿来擦？好，这橡皮擦了，来。橡皮擦怎么用？来这样子，就像铅笔上的橡皮擦一样，看这样擦。我好，我会这样子抠掉。不要抠，来擦擦，要不要擦？要不要擦？要不要擦？对，用角落擦，用一个角，用一个角，用一个角这样擦。好，来，试试看。那你要干嘛？中午吃饭的时候看宝宝。来，你跟着妈妈学这里。你要坐好吗，宝宝？宝宝，你要坐在哪里坐好吗？宝宝，快点坐好。这里 ，p， 么 ，f， 的，妈妈听不清楚，的 ，t， 呢 ，l， 了 ，l， 个。这个是什么字 ？G 对不对？在英文里这是什么字 ？K。英文里这是什么 ？H。H。H。这有的时候就不会说 N。H 对，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就是 N 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如果长一点就是 H， 短一点就是 N， 这样明白了吗？好，但是在中文音标念 g、k。喝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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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好，快点来。